好，来喽。很多时光组好像都不太是龙队，因为龙队比较磨一点吧。但是我刚才有试过，其实也可以试试看啊。好，底关洗技能一定要洗好洗满，不然就死定了。今天死翘翘啊！带走吧。行，好，那接着呢，来到了这第二关。风化符石消一消，我们在那边洗技能，最主要就是我们科学少女不知道跳不跳得起来。那我们双子要到最高倍率，好，哦，有点那个，好，好，然后 CD 二，好犹豫哦，我们再洗一盒好了，好像也没差。好，差不多了，该是时候把它给带走了。哎，好累个，我的电脑为什么？终于可以大爆射了。好，嘿，哇，终于出来了，终于可以用那一招了吗？大爆射！好，我们科学少女终于跳起来了，还在射哎、欸。好，第二阶段这边呢，我们开个吕布应该就带走了啦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第四关这边呢，我觉得可以一路碾到底了，来吧，开个阅读吧，排猪猪咯，我最会排猪猪了，我想要留一颗按住下来，好。第五关。CD4 哎、欸，直接转应该可以带过去吧？来气矿麦，三四五，好，第二关。这边呢，由于我们阅读是无视防御力的，所以这个就不用理它啦。虽然防御力看起来很恐怖，但是还好吧。无视防御力，你只需要消一组的暗珠就可以了，它就可以被你打死了。好，哇，皇冠了。好，这边呢，捶它一下。巨蟹可以，我们巨蟹可以，约翰你可以换暗防龙吗？不知道为什么我带这个，还扣血。我想想看这边要怎么开哈、啊，开这个好了，保险一下，我要回血。好，就直接来喽。
个没有排好。好，等一下，要不要看试试看树妖队？是不是一个保险？人就是要买个保险，不然就会像这样子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哇，好险，好险过去了。行，不过这边怎么办呢？这边怎么办呢？我觉得很尴尬啊，这边又不能撞。好啦，是可以过，是可以过。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我们直接来了，不啰嗦，好不好？好险，这版面还不错哎。哦，这个天降也不错哦，真的是好险，差点就死掉了。25,25001，过啦！差点以为没有过。好，总算过去了，临时通关。哎呀，怎么跟的都不知道。吕布还蛮简单的啊，这一对，应该啦。好，顺利过关了。